不到最后一刻，这场战争都不算结束。马峰他们正在极力修复系统，但是情况很乱。我的建议是，关掉页面，停止销售。不能终止，抽奖刚开始，刚打开局面，停止会影响势头。如果真要按你这么说的话，2000万奖金发出去，我们之前几个月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只要今天晚上的营业额 超过1亿，我们就玩得起。破亿？你这是在赌博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今天晚上营业额没有到1亿的话，我们公司就输惨了。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让 Y Fancy 这个品牌立住，让 Y Fancy 能够影响全网，这样林浅作为联合设计师也能成功。道已经是很有名的了，林浅他这一次没办法冒出头没有关系，是金子总会发光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下次机会啊，李总，这个损失太大了。 要不我们放弃吧。我是老板，我来扛。马峰，到。页面继续，不关。是。你的脸色不太好。 雅姨，哎，来一趟。哦，把林浅扶过去休息一下，头有点烫。好。去吧，好好休息。走吧。颜真儿，你生气的时候真可爱。 小高就是那个黑客，他现在已经逃跑了。我现在立马找人分头去追他。不用追，马上报警，让马峰把小高的入职资料给警方。怎么样了？这个黑客是高手，他修改了拓扑警告。这快点啊，猴子，还有多长时间啊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，怎么样了？每秒钟都是钱呀！别催我，对方埋得很深，我得一枪打过去。 200万了，大哥，林奇，找到路径，重启程序，回复。哎，怎么还有一层密码？不行，喂，队长，已经1300万了，真的不停止吗？我说过不能停，继续。 奖金金额已经直冲1500万了，如果我们关闭系统，我们还可以保存实力。如果不关的话，到时候我们连翻盆的机会都没有。再等等。现在荧幕上跳的一分一秒烧的都是人民币啊！你不能只看红包不看销售额。1600万了，他们现在购买我们的产品全靠我们的抽奖环节，我们的销售额才会上涨。如果现在停止，前功尽弃。 可是你不能保证，如果我们的系统一直修复不好，你得想想后果。从现在离520结束还有大半天时间，到时候奖励金额，别说艾达赔不起，到时候连温达都得赔掉。现在我们的销售额已经超过7000万了。
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公司的股价跌了，就把它当做是盈利。如果现在放弃，爱达就会落下出尔反尔的口实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要。我作为一个公司的副总，我不能由着你拿爱达和温达去赌。 2000万，一到2000万这数字，我马上关闭页面。李总，不能这么任性。